最近好多粉丝咧同肥虎讲要去试下啲客家菜，但喺广州嚟讲咧，客家菜我食嚟食去觉得都系得一间系比较好食嘅啫，所以今日专登走嚟白云区云门溜趴嗰度，多宝多宝，万六东东，齐鬼齐鬼，四位打仗咁啊，呢度都。好埋哇哇，好靓喎出边真系，睇唔睇到？你睇你头顶吓，你又睇啊？哦，客家围屋屋顶嚟嘅呢啲系。其实万六东方其实佢每一间嘅装修都系好客家风格嘅，你讲唔讲？系啊，即系依家我哋真系唔系第一次食噶啦，讲真，我哋真系食过好多次噶啦，已经间间啲装修都别具一致。出边仲有个网红打卡店，呢间一间出去睇睇个星空顶。点乜菜先啦？番薯，番薯。有什么是好吃的，美女？这个豆腐呀，有些盐焗鸡啊，哦，盐焗鸡，蛋饺包啦，里面有肉馅的，超是茄子，对，这个好吃吗？哦，你们白饭多少钱一碗的？白米饭3块钱。哦，3块钱，那这个我可以吃三碗，都是9块钱就够了，是不是？嗯，哎，鹿果哦，鹿果好吃不？没有，今天卖完了。啊，没有鹿果了。炒个菜心呗。那就这样。哎，这个是什么？哦，胡椒粉啊。啊，对。正哦，这个土猪肉炖汤。哦，收水，两个猪杂在那边，有猪人有猪肠在那边。哇，这么鲜甜啊，这个汤。嗯，加个酸菜大肠吃下，好上饭。今晚带了两个狼狗过来的。又是他。是啊，又是他啊。是啊，又是他啊。酿豆腐，哇，好漂亮哦！客家豆腐，鲜嫩弹滑香，烧汁茄子，上面嗰啲系蒜头油嚟嘅，应该，哦，很有仪式感的喎，好香喎。这个是蛋饺，阿哥，哎，哇，原来咁都觉得熟嘅，真系正喎、哦！诶，寻龙啊，应该最好食就系呢啲位啊。四个饭，一人一个先啦，肯定要番菜炒大肠，客家咸鸡啊，第一个肯定要都系嗰句啦，鸡胸肉，好光身啊，佢呢个咸鸡咸得，啲鸡咧，我觉得你要慢慢熬，你先熬得出啲鸡味咯。茄子啊，永远都系下饭神器嚟嘅，我觉得。一见到一嚿茄子放喺碗饭度，脆嘅呢位真系脆，佢唔算好咸呢个烧汁，食落口，因为好厚嘅喎，我觉得好薄身嘅添，仲有酸菜嘅人哋，但系你一夹咗个嗰阵脆皮之后，里面系好嫩嘅，你啦，嫩到客家酿豆腐啊，真系出晒名正啊，哦，我咧开包啊！里面是很爽口的，它不是只有肉，它有马蹄，很大的马蹄。对于吃鱼扒捞骨那些人来讲，它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它没有骨仔的，它就得中间一条尾龙骨，由头落到尾的了，就没有其他骨仔在这里的，所以它整个全部都是肉来的，啖啖肉的，这些真的。这些一看都够镬气的。你好，加鱼饭，因为有酸菜送饭，这个酸菜真的很好吃，我都食酿豆腐又好，都系送饭又好。即系而家好多人咧都话好中意睇我睇食红装呢一样嘢，我觉得我食亲呢啲叫做喺商场里面或者连锁嘅呢啲店铺咧，就好似系唔系良心推荐咁样讲，但我觉得万六东江呢间店系我食过咁多间客家菜系连锁嚟讲，真系最好食嘅其中一间。嗱，皮肤探价部唔该行翻到就得，记得关注我啊！骏景私房菜。到步到步，砌佢砌佢。好嗱，今日嚟到番禺呢边啊，试一间好山卡拉嘅私房菜啊。私房菜出名两样嘢，一个贵，一个出品好。我哋睇睇佢系咪坚嘅。有咩好食啊，靓？嗱，我哋个招牌灵芝鸡咧。必点灵芝鸡。打边炉。系开住锅，有配翻啲菌上去嘅。整锅灵芝鸡啦。好啊，好啊，呢个金玉满堂五个丁。一只只嗰啲咩嚟噶？花鲍鱼，仲有个灵芝包子蒸水蛋。啊、会唔会苦啊？其实咁样整唔会苦，好苦嘅。唔会苦嘅。菌菇酱炒饭。咁就呢几个啦，够唔够使三个人？三个人够晒食啦。够晒食啦，即系碟头大嘅。系啊，都可以嘅，系。好啦。碟头大嘅。好啦，咁就咁，开饭。
系嘅，冇青菜喎你。系啊，冇青菜啊。阿靓啊，有咩青菜食啊？咁样加个青菜，我哋不如。加个青菜嗱，我哋呢个芥兰炒鱼饼，好正嘅芥兰炒鱼饼。哦，咩鱼饼啊？靓鱼饼定咩鱼饼？靓鱼饼。靓鱼饼啊？嗯。哇，好香口喎呢啲。系。咁啊，整多个添啦。好。咁啊，够晒啦，系嘛？鱼饼够噶啦。好，攞支可乐嚟添。嗯，好。好，唔该你。我生上嘅，睇下个汤先啦。哇！今日整啲咁补嘅嘢，灵芝啊，边度补嘅你啊，真系补嘅咩？梗系唔灵芝，梗系唔系补噶啦。喂，呢杯嘢有啲高啊。系咯，所以我咪要企喺度咯。今日咧，你就可以饮啲汤食自己中上一锅埋啲三黄鸡啊。系黑脚嘅喎，呢啲咩芝嚟嘅？我知灵芝，鲜灵芝哦。啊，我觉得饮啖汤先，呢啲就真系攰啊。吓，好恭敬佢哋两个今日啲集要大家企喺度。好浓喎个汤真系，但佢本身个汤底已经有好多料喺度，几香喎个灵芝味，唔错呢个汤，佢唔会有灵芝嗰种涩味喺里边，好香啊！反而佢呢个汤系冇啦，金玉满堂，睇下佢咩料，哦，真系干包嚟嘅喎呢啲，但系佢啲包系咧似一丁嘅，我哋拼一拼佢，啊，有得就真系干包嚟，好香啊！通常啲干包嚟嘅，哇呢个咩嚟噶？白皮猪啊嘛，系应该系，指示我。嗯，腊肉，佢咁多样嘢其实都好嘢味嘅，无论佢嘅干包啦，佢嘅菇啦，佢嘅腊肉啦，香，仲排一流呢个。其实我觉得唔好饮嘢节奏，咁食嚿鸡睇下佢系咩环境先，从鸡蛋士气啦都系，啲灵芝粉融晒喺度，包括靓鸡啦，咁鸡嘅香味唔使讲，肉包括胸肉。佢真係爽，唔會滑鞋。但係你成日會諗佢會有靈芝嗰陣甘味，嗰陣苦澀味唔會佢咁多。哇！仲爽過大髀肉，呢只幾真係爽。靈芝包子蒸蛋，真係震下震下嘅喎。哇！真係點？哇！真係好靚喎，佢裏面啲蛋先到啱啱好嘅啫喎嗱，一睇落就肯定好滑啊！呢啲真係好食。第一個佢滑。第二个呢你见到佢黑蒙蒙呢你唔会觉得佢会有嗰啲灵芝包子粉。其实本身灵芝包子粉都系会有嗰种即系唔好话佢苦啦有种叫做回甘嗰种味但系咁样沟入个蛋系完全唔会有。食条菜解解你先。好靓鱼饼。靓鱼球。好冇喺澳门食嗰啲水蟹粥之后我都未食过显得下点解呢一样嘢呢。好脆里面啲肉又好弹好似我啲肉咁弹嘅。好酱喎呢个颜色。佢就系炒饭呢个。有辣味喺度我见到。整个饭试试佢，睇下有冇菇菌酱味先。嗱，呢个重点啦，辣味味会突出啲。就蒸水蛋系捞饭噶嘛，肯定。呢个镜头有少不咬，都闻。搞到咁上下咧，又怼埋啲菌落去。呢有三种菌，菇呢啲嘢咧，真系滚耐啲又稳阵啲嘅。我哋食下啲鸡先。真系好爽肉，十条蘑菇都有十条唔同嘅，所以就咁食就食菇嗰种鲜味就已经 O K 啦，山珍嚟噶嘛呢啲，俾你睇啊！我老豆食饭影咁多相出嚟，今日中午嘅相片讲越南啊！我操，五条靓晒，呢排死好多鸡喎，我哋。肥鸡咁而家变咗唔系肥肠啦，又变咗肥鸡啦，已经今日已经开始系肥鸡啦。总体嚟讲咧，呢度啲菜式咧就系、是、偏向我哋广东人口味嘅，佢唔会话好重味嗰种，同埋咧佢系比较养生嘅做啲方式，全部都。我睇佢价钱贵，但系佢料足料靓，出品系 O K 嘅呢度。皮肤探价部唔使行弯，收到。记得关注我啊！